在马来西亚的霹雳州，三名强匪准备该案的时候，行迹败露，被警方击毙。警方表示，这个团伙涉及当地的十七起破门抢劫案件。霹雳州警方指出，他们是在星期天凌晨五点跟踪准备该案的强匪，察觉被警方追逐之后，强匪向警方开枪，双方于是展开了激烈的搏火，三名强匪最终被警方击毙。 警方透露，三名强匪身上没有身份证明文件，相信是外国人。他们的年龄介于三十到四十岁。霹雳州副警察总长巴拉西华说，这些强匪锁定霹雳州住宅区，手持武器闯入住家，挟持住户，然后搜刮住户的贵重财物。警方目前还在调查这个团伙是否涉及其他破门抢劫的案件。